这不是我们秦秘书长，你破坏的人要付钱啊，不是吗？今天是污染土地破坏的要付钱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哦，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让这个错误的行为人哦，他应该要负起责任，不是他在拿人民的钱来弥补他的错误。另外这个预算我想应该是抵定的，他们不太可能因为要回复然后再追加预算。好，那个我们的记者会开始之前哈，还有五分钟，那我们就播放一个歌曲哈，来让大家了解一下。那其实关心这块土地的有很多的人哈，那有一位老师哈，简雅慧老师哈，他写了一首大肚山的歌，就是在昨天我们的折页上面的右下角有一首大肚山哈，我们在大肚山的歌。那如果你有带折页哈，那我们就坐下来啊，在这三分钟我们一起来唱。那请工作人员，他没有发动，那个字太小了。